放松心胸的去玩。我的朋友并不多，因为我不喜欢社交，也不喜欢在后门不停地打招呼。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大学没有拍一部剧情类的短片。以前大二的时候也写过一个剧本，不过一直到大三的某一天才想到一个不错的结尾，才算是真正在编剧方面完成了这部作品。我到现在都不接受大四的这一段生活。我觉得只要是发生在你身上的就肯定是好故事，导演无非就是一个有讲不完好故事的人。我想明年回来以后把这个本子拍出来，到那个时候如果我满意的话，我想毕业以后我会继续干这方面的工作，但如果相反的话，我还会有另外一份更赚钱的工作。那么就让事实来证明我是不是一个不轻易向梦想屈服的人。